不是那个也没有，答案没有写名字啊，啊，哦，啊对了，五十二位菩萨哪一位？名字没有写。这个是雷音啊。嗯，哎，你那个答案呀，给我请你写个名啊，嗯，好，这里，我帮忙你拿一下，云南是的，云南啊，啊，我也疯了。你看啊，答对了有奖，你不答了。今天我们这个楞严经下午啊，351页啊，大势至菩萨就是第24位圆通念佛的法门。佛的注意我们上次提了一点，为了正中啊这个，所以我们从头开始啊，啊，他是念佛法门，这个是大智第三行354页啊，什么叫做念佛？我们重复一下，念是心念。心念啊，嘴念，嘴为什么会念佛？心要念，所以嘴就念出来了。嘴念是心念的一种表达，但是我们人怎么样会讲话？思想会讲话，思想在里头没有表达出来，是内在的语言。我们讲话动作表达出来是外面的思想，把思想表达出来变成语言，变成动作。所谓真正的所谓念佛是心念，不是完全靠嘴念。当然心念嘴也念出来这是很对的，可是我们平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因为念佛一定是嘴念出来的，对，好像念成嘴念出来，这个观念错误了，要心念。那么哑巴也可以念佛，哑巴如果懂得了这个意思，不要嘴念，心里默念就行。这个我们有一个现实的事情啊，我们嘴里讲话，脑子里心里头还在另外想别一件事，对不对？大家应该有这个经验，话正快讲，心里还想别的，那个是念，念佛要哪个来念，不是靠嘴念。这是第一个观念，我们搞清楚啊。第二，我们常常碰到有些朋友，像我们这个年纪大了，身上一生几十年，见过很多的朋友，修复修了几十年，临时到医院上阳气，这个以前还在这个时候，常常我告诉他，你现在念佛，有些就摆摆手，我说怎么样，念不出来了，念不出来了。你这么会讲话，我很会讲话。我说念佛呢，念不出来。哎，会讲话就念得出来，他这么做他念不出来，他观念搞错了。这个快要断气了，没有气力，就能念不出来。他不晓得这个念在心中。你都能够思想，能够讲话，怎么念不出来？啊，是多人所以啊。
修复修到一辈子到临死时候就满足了一点办法，我看得多了。哎，有好几位朋友，我还是等于说是我把他最后附到头靠在我肩膀的嘞，哎，就过去了。我还想想，一方面我这个人对这个生死概念太多了，所以想想的两夫妻是我都是我好朋友，我就跟他太太讲，或者他是男的，假如你接着我这样抱着，你不晓得人家怎么样骂我了。一家给他说笑，那太太也了力气，等着听了这个话，还是笑。我说你这个时候还说笑，但是这个时候不说笑，光哭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好好念佛啊！我的意思，逗你笑是逗你念佛，都还找得笑，为什么念不出来？这个观念搞错了。因为嘴里念出来叫念佛，这念佛特别要注意。这个道理不懂了，修佛是白修了，是讲念佛这个法门。懂这个道理，同样你说密宗念咒子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也是一样，心念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大势至菩萨，大势至到了，大势到了，你不能不走了啊！到了医院最后，快要像太平间那一条大势至菩萨来了，大势至到了，你非常不好，赶快念佛。你看他告诉我们念佛三昧怎么说，譬日有人，一转为一。一人专往，十四二人若风不风，怀戒非戒，二人相遇，二意念生，日时乃是同三四生，同欲隐命不相拐移。这是一段啊，他就来个比方，先告诉我们什么叫念佛。譬如有一个人，有两个人了，实际上他讲的。一个人专门想一个人，当然我们上一次比方过父母想儿女，哎，尤其是妈妈母爱想了儿女那个心，哎，这就是念。儿女不管在哪里，好的儿女、坏的儿女，终生我生的还是会意念，即使会想到，这是念，嘴巴没有说，心里头的念叨。这个意念的念，将来再一次啊，当人谈情说爱，专讲这个人意念，那、别人还不知道他原来心里在想他啊。说一日四天，十二日啊，我经常用黄山谷黄庭坚两句名词啊，又是我们讲。这个外省的朋友啊，在这几十年看这两句诗的无限的感慨啊，五更这五更啊，五更归梦三千里，一日四餐十二时，这是真生命啊，句子文句情感没有哪一点不好啊，名家的是五更归梦啊，是梦到家乡，路改三千里，一日思亲，思亲呢，亲亲，亲亲的亲，父亲母亲的亲，啊，一日思亲，十二时，黄山谷掩饰是这次，想家乡，想父母。到了明朝有人啊，却得一点把它改了，改了一个字，就恋爱的字。五更归梦三千里，一日思亲，亲子亲亲我我那个亲了，一日思亲是二十。不管如何，什么叫念？就是这个道理。五更归梦三千里，一日思亲是二十。随时想念，这个叫念。所以大势至菩萨说，譬如一个人专门意就是意念，心里的回忆，就让我们离开父母啊，心里的回忆啊，这个让我们想父母的心情，尽管头发白了，白八岁还是想，这是念，意念。
一人家亡，一个人家没永远亡，这个叫做福与众生的关系。十方诸佛成就的圣贤，不管是哪个宗教的教主，都是爱世人，都是慈悲爱念。可是众生愿意亡道，但是父母爱念儿女，儿女容易亡道，父母那是当然。就是一个比方，他讲念的道理，是念的亡。心中的跟我们说修福的人，说是去念福，心中就是的，还忙的亡掉了。所以你这两天念佛没有？哎，因为事情忙啊，表面上很好听啊，不能说没有理由，实际上一点理由都没有。事情跟官忙中意念没有关系。假使你欠人1000万，明天不还，人家就不行，就把你抓去坐牢。你刚才忙死了，那个念头还是念叨，这个叫念。所以他的比方，你看他原文啊，一专为一，一人专为一念，这个人念，一人专往，他譬如另外一个人专门忘记的，这个叫思念，思起来念。所以大家是入定，入定就正入那个念的境界，是定，不是说你坐在那里睡着了叫定。说你坐在那里睡着了叫定，空城啊。说定这个意念，这个定啊，定在那里不动，不动摇，说不散乱，不空城，这叫定。意念定在那里不动摇，这个叫定。说谁能得定，说定，这个叫意念专一。为之定，不散乱，不昏沉，不是睡着了，也不是另外的乱想，这个叫在定。但风定，那个树叶子都不动了，为之定。所以念佛真念到一心不乱，就是定，专一。那么第二层，大势至菩萨解释。这个意念的这个作用，念佛的作用关系之大，它的功力之大。他现在举出一个比方，就一个人专门想一个人，一个人专门不念想他，忘记了，没有想。但是我们做人家的儿女，都不会想父母，啊，父母想儿女的心很严重。假设一个儿女想父母生，一日四成十二时，那大概真是个孝子啊。孝子本不是在形式上，心里真有父母。所以念佛的也是这样，但是他是念的作用，只要他讲，一个人专门意念想念，一个人专门忘记，于是二人这个样子一正一反，于是就这样，这两个人说逢不逢，不管碰面也好，不碰面也好，或者必见，或者当面看见，或者根本看不见了。人生我们常说福寿因缘，真是很妙。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只有一面之缘，一辈子看不见。哎，将来都善缘的大半日，无缘的到哪里都碰见了。那你不愿意见的，转个弯都会碰到啊！所以这个善缘很难办，说逢不逢，或见必见。假定这两个人，啊，直接一个想念，他也想念，那现在讲生命的变改啊，二意念。我们念佛如果这个心情去念，那佛念一切众生，他的慈悲也是这个样子。两个意念变改，所谓瑜伽，我们普通看修密宗的动不动叫修瑜伽，瑜伽意思就是相应。古代的改，什么叫相应？就交感，
彼此心界的交感，那作为天然交感，赋予众生的交感。所以说一切，所以一切念诵，念咒，就是从业口叫一切念口。有定力的人，家人、父子想念生了，所以从法师们从业口可以在超度，就是靠法师们的定力，靠着后辈子女的孝心，才能得到这个一切交感感应的作用。所以这种叫念真，就是要定力的，不然超度不超度，就在这个地方要功夫啊。这功夫在哪里？就是定力，心念的专一。所以这个二意念生，就是那是从生自生，从这一生自来生啊。就是讲善念的，恶念也是一样啊。这个我恨他，他恨我啊，生生世世都是冤家啊。善念生生世世都是善念，从生自生，从这一生到另外一生啊，同于心念，等于一个身体一样，有个身体就有个影子，它跟到，就是你没有身体就没有影，心念不能相离，就这个意思，同于心念不能相离，不相拐离。就两个分不开了，这个很明白告诉我们业力要如此的重要。这个业力也就是业力造业那个业，这个力量业力也就是业力啊，造业这个业力，这个善念就是善的念力，恶念就是恶的念力。所以菩萨讲债，债律并不是你做出来的有债，菩萨叫起心动念都有债，一万念还没有说出来，心念一动，善恶的念力已经分开了，就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个了解了，他第二、第三段就说明，十方如来怜念众生，于母一子，若子陶色，知意何为？所以，他十方一切诸佛念这一切众生，慈悲意念，众生等于啊，父母想。子女一样，像孩子一样，或者佛菩萨是爱我们，我们本都爱他。他尽管一日十天十二时，我们不还一日十天十二时？在网上来说一下，说网上同说，假设拿长辈拿佛菩萨来想念我们，我们用黄山国这一句诗再换一个字。一日十天十二时，咱们在这位先生写成真。假设我们在读菩萨二年，就要换成哪个称？父称、母称的称。一日十天十二时，这个真可以做平辈的称呼，也可以长辈的下一辈的称呼，就是这样啊，对下一辈客气一点的称呼。称字不同，当然现在就外文的写法了，称一个亲爱的爸爸，亲爱的妈妈，那么这个称字用的更亲切了，亲爱的朋友也可以，称辈也行了。可是在古文就两样，这是我们只是在注意。他十方如来怜念众生，有没有看？怜念众生，慈母一子，等父母这个怀念儿女一样，
可是我们这些儿女不愿意想父母，跑开了啊，离家出走了，失意何为？这个父母真想念，一点用都没有。父母想念儿女，儿女走开了，他也不理你。这个说明此方诸佛想念众生，慈悲意念众生，众生不会像佛心那么意念佛菩萨。他子若一母，子母一子，母子立身互相为愿。所以假设一个儿女想父母的心情，也跟父母像儿女一样的心，母子互相在想念，这个就念，这个母子关系生生世世不会断恨啊，不会断成两样了。你说那做妈妈的永远做妈妈啊，做儿女不然呢？冷转会翻位置的啊。所以说有事做亲情，有省城人一看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孩子啊，你这个生子这个啊好乖哦，这是你前生讲拜来的。当然乖啊是冤家之言，就很难讲了。哎、啊、这是会翻位置。不过他为什么亲情那么分钱，就是这一念的关系。所以立身不相违远，不会违背，不会远离，这个亲情总是存在。这是说明这一段佛念念在众生，可众生不会念念在佛，这说明了念佛的心念特别注意。在一段说众生身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解佛，是佛不愿不假方便自得熏开。所以他说念佛的法门的原则啊，就像中国佛教要始终从东正的时候，慧远法师在庐山，江西庐山开创了白莲寺。那个时候天下大乱，慧远法师山西人逃到南方来，在江西庐山被劫匪草原岭，大家晓得草原岭，慧远法师不知道，我想草原岭大家知道，这慧远法师都是好朋友。白莲寺当时一般名士一流的人物都在一起，只有一位也是团体以内，但是不肯上山念，因为他舍不得不喝酒讨厌人。所以慧远法师几次写信劝他上山，他不上，那可是他们好朋友。慧远法师那时候提倡念佛，就是根据这个来的。念佛法门修行里头最快最方便，所以这一段也说到，假设一切众生的心能够一佛一念十方佛，你不一定念阿弥陀佛，你念药师佛也可以，念弥勒佛也可以，看个人的因缘，个人的法缘喜欢。不过你晓得弥勒佛在哪里应该搞清楚，现在是斗数天啊，就是最正的路。有师父在东方，琉璃寺在，我们昨天晚上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啊。那十方三世都有佛，假设众生生一佛念佛，现前就是目前，将来就是将来应该来的，必定见，必定可以见到佛。
这个念力的强快，他假设众生成念佛的话，念佛在哪里？佛就在这里，就在你的心中，就在你的眼前，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自在心开。真正念佛，念到自己专精的时候，佛不在西方，佛就在你这里，无所不在。佛要真要西方，那么买个飞机票还不能到，太空梭还没有可以进人了。所以这个是念力。那么这里我们经常引用古人的这一个偈子，佛在令山莫远求啊。令山在哪里？令山自在举身头，说人人有个令山塔，自下令山，他下走，这修心。因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，把心，又就心脏这一部分叫做灵台，所以中文把心这一部分叫灵台，说灵台方寸之间，就是我们心窝子这里四方只有一寸啊，所以叫灵台方寸。因此把中国文化中佛法的配合起来，说释迦牟尼在灵山，佛在灵山莫远求，你不要真的说逼到了灵山才能成佛，佛在哪里？佛在你心中，灵山自在若心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不需要去上庙拜塔，啊，你心中就是，四下灵山，塔下修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里大势至菩萨也告诉我们，念佛就可以具见，佛本不远，佛就在你，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自在心开。假就是借，假借啊，这假古代就通借啊，借来的借，不用借用任何的方法，不假方便，方便就是方法，你不要另外再求一个什么秘诀了方法，心中一念佛，佛就在你的。那么你说我怎么样能够见佛呢？如果真有个佛，你念念前面给你看见了，整不好啊，那是第六意识的影响见的。真佛来了，跟你心情就相应。当然这个中间很有差别啊，真佛现前。只有这个是不是没有，但是真佛现前，你身心是非常宁静，非常清亮，非常舒服，头脑是绝对不会杂乱的，那血压也绝对不会上高起来，而且真佛一来，身心所有毛病都没有了。假设自己做到头昏昏的啊，闭着眼睛都眼睛都闭不拢来了，头上血压很高，后脑昏昏的，看到那个佛那就是不对了，这是病态。大年在跟你讲这样，所以不要随便走向。真正的佛在哪里？大势至菩萨现在不是我讲的啊，他告诉你很深，见佛就是见心，是花开见佛，就是心开见佛。那他告诉你，不假方便自在心开，你自己命心见性，心就开了。你是心开跟开心不是一样吗？你说那我每一天在家里打开电视，看到高兴的时候开心的很呢，那也不算是见佛啊，那不算见佛。心开是个世界的形象，
哎，自行开始专一一业行愿的时候，那埋在心开心脉被打开了，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的心脏，大家没有看过自己的心脏，对不起，到菜场里头买朱先生的那个心骨来看看，朱心骨看看就知道了。那这个朱先生看到这么一出，实际上大部分啊，他那个心脏的这个血管，这个脉，一共包着一股一股，好像八个大股的铁缆那么包起来，电缆那么短，是打花的。脉改生开，并不是说你见到了和立掉的心脏，经常两花一样打开了，那不得了了。那心脏的人都破裂了，是里面的心脉的气脉会打开，所以埋在心开，这个小子化开，这是你自己就明白了。啊，就是说，说心给你自己的智慧，心心就相应，相应跟盖斗神一样，完全合拍，完全一样，自己会知道。所以他说念佛的道理，佛在哪里？佛就在你自己内，就在心中，不假方便，没有什么巧妙，也不需要迷信，来自己到了那里，一心念佛，自在心开，是心开见佛，这是第四段啊。那么听到他就说，居然相认，心有相契，是在另外相光庄严。他认为什么念佛会念到见佛，这一点是解释前面的作者。为什么念到后来自己会心开见佛，命生见圣人，见到自圣佛，为什么理由呢？这样一念就可以念佛，也要功夫的。你慢慢念佛，譬如你阿弥陀佛慢慢念，越走了功道自然成，不是说吃了先天素马上像西天做不到呀。当然很专精的人一念之间也做得到，但是这一念专精了很不容易，等于人掉到香港里头去了。所以他现在做个比方，听到当我们慢慢念佛念走了，信心十足，功力到了，自然花开见佛，他等于啊染香的人，做香料的，做香水工厂的在做工，即使摸这个东西，天天摸这个东西，身心内外都有香气，心识成功。念佛的心理也是这样，念念在佛，慢慢你也就是佛，心开见佛。等于这个在染坊里头做香水厂里做香水一样，染久了你问心内外都有香气，所以这个境界大势至菩萨叫它香光庄严，自然要回去。所以有许多人念佛念道，常常我想相信你们在座的诸位菩萨都有这个经验过，念佛念佛无缘无故的问到香味，檀香味不是香水味啊，香水味就很不对了。也有的啊，那是另外非佛菩萨的正在，那有时候味道来的很邪气的，真正有时候香水味香檀香味过来，那人来你家里真没有错啊，自然有这个正在。所以又是念佛的朋友念到专精了，自然会用到。那当然你心生医学上解释，也可以说从你内心发出来，身体内部发出来，不一定，有些还是外来。
其实这讲东西再想一想啊，这要40多年前了啊，30几快到40年，我到昆明，在云南昆明，一到了人家告诉我，昆明有位居士，他是个法官，那法院呢就首席在上，一生幸福。哎，我说我晓得这个人啊，我经常去看看他。哎呀，过世了一个月，刚过世了一个月，说他真是过世非常安详，认识全家人朋友去都看到佛菩萨光明有香气，他的家里他说一个月还有香味。我说现在有没有？不晓得。我说谁叫谁的，我就看看到他家里，看他家属拜上，没一到他家里还有香味，菜香味，人已经早过出去了啊，过世了一个月了。那结果是说家里烧的菜香啊什么啊，这位朋友这是个事实啊。这个诸位念佛的人常常有这些强粹的症状，这叫做香光庄严，不是一个佛，不是光说念那么阿弥陀佛，念其他佛法修符号都是一样的。那深夜专程功力够了，这就是一切交感。那这佛理的心理两个交感所发生的症状，那么他报告到这里，先说明念佛法门的好处。现在他另起一大段说，我本因地一念佛生如无生人，今日是在舍念佛人归于净土。他说大势至菩萨说，我原本开始修佛，经过无量光佛十二如来的等等修持啊，他说我们不是代表一个大势至菩萨啊，52位，也代表了我们修佛的人要渐修法门，渐修慢慢一步一步修。菩萨跟25位该期啊才能成佛啊，所谓这个实性实行实住实回向实地到等九妙九两位菩萨52位，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53位福位该成佛。这念佛的法门不要经过这个阶梯，所以叫做横超直入，最快是花开见佛，不要经过这个见修的这个阶梯。而我本来发生的时候是念佛法门，以念佛生正着五心发人而正在出口，所以这一生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旁边的佛像，到这个娑婆世界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当校长，就啊他也来当坐教，哎，菩萨们来承认来当坐教，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舍念佛来归于净土，舍就教化把它归拢来收拢来，这把真正懂得念佛的人同心向佛归到净土的法门，他是说归于净土啊，并没有说归西方极乐世界安生的规定了，一切佛的归途都是净土。那么这个道理就要了解为目真所说的道理，心净
佛陀经，一切佛陀都是经，所以他要随一切念佛人回到净土法门来。现在他报告了第二大战开头最后结论，告诉我们怎么念佛，上面的原则分了好几段，晓得怎么念佛，下面自己去念佛法门的程序讲得很清楚。他说初问愿通，我无愿成，佛现在要我报告怎么样用一个法门圆满通达佛的正盖，和圆满通达进入佛的正盖，看我没有什么选择，就是说我不选择别的法门，光念佛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选择这句话，不要那么解释就错了。一切法门都在念佛，没有什么事，一切法门都是净土法门，最后通归净土。不管你禅也好，密也好，什么法门也好，外道也好，那样最后通归净土。净土是心地法门，心净是国土净，所以熟问愿通法门，他我没有分别，也没有选择。那么他讲说念佛的法门，多舍六根净念相续的三目的思维都一。念佛要怎么念？我们刚在前面一章节讲过了，心里念，不是只靠嘴里念。不过在心里念的时候，这个叫善生念佛。善生念佛，我们虽然念佛也可以看书，也可以做事，也可以讲话，这个善生的念佛，要到专修的时候，所谓专修了。专门修，或者你整天晚上啊，事情就完了，不用去。我平常做菜也好，走路也好，办公也好，心中在念佛，开车也好，那都可以，还是善生念。念到后来怎么样叫专一呢？你先不来，都是六根，眼睛不下外看，回转来看念佛的这个念头。人都是这个肉眼来看意思，耳朵不听外面的声音断绝，那回过来听心声，心里念佛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名号的话，一个一个很清楚，这个就是以前念诵。假设念一个咒语，念一个符号，一个一个听得很清楚，如果不念呢，这个耳根回过来关照心地法门，一味清净，也二身体不动，舌头也不念，住在六根，你想到吗？舌头是六根之一啊，并不是叫你整天念出声音，舌头都不念，只有声念，身体不也耳鼻舌身意都不动，什么叫不动意？要念佛就念佛，不要说哎呀，我不晓得这一下念对了没有。哎，念了有用没有？是不是跟大师子菩萨讲的一样啊？哎，这个就是意识在动，一而比一色生，一态不动，一念生成之相为一了，这叫做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就都色六根，都是龙种，都是的意思就是龙种。譬如我们写一篇古文，这本书有好几段，我们假设写一篇文章叫某某这本书的读书啊，读书，哎，读色六根的读，序文的序啊，读序，那是总序，这个读啊，是这个总的意思，这读色六根总色了，归弄了，归弄了啊，读色六根也二比舌生意，那是吧？啊，
东山六峰啊，东山六峰就在归纳拢来。好，这归纳拢来以后如何呢？那念也不念了。假使大家念那么阿弥陀佛的啊，我们现在念，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注意啊，我们现在讲经途中采用小本弥陀的念法，正途要三经啊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。阿弥陀经在短，在短叫做小本弥陀，基本经的方法，念佛的法门，念佛的名号，念阿弥陀的无量光寿，念他的名号。那么净土中观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呢，不念名号，就观佛，心念念佛，心里头念。所以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像我们看熟了，就是想这个佛，换句话念佛就在想佛。当然你那个正果形象想不起来，想佛的矮中间、礼貌中间的零点也可以，想头顶也可以，想胸口的万字也可以，那个看想这个佛的这个这只手是叫垂手接引印，接引众生，就是什么叫接引好呢？拉一把把众生拉上来，拉到彼岸啊，把你拉起来，这叫接引的。这一手是说法的手印，放光的手印。那什么叫手印？就是大手势了，就手女了。现在讲，就是手女。还在观一个手印，还在观明点，还在观佛的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这个叫念佛，观无量寿等。还叫无量寿经这个念佛，我们后来采用了小本弥陀念佛的法门，是念他的名号。念名号，大家就拼命抓住了一个名号。所以，对净土中的真正是什么叫净土中，已经搞不清楚了。所以要懂大势至菩萨这一章经典。我常常告诉大家，名号是有生灭性的。南无阿弥陀佛是六个字啊，每个字念，每个字就是一念啊。那这一念过去了，忙，第二个字，第二念要来。南无阿弥陀佛都在那里生灭轮转呢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念他呢？念这个名号，是你说香光庄严，慢慢的染成佛念。所以大家要许多念佛的呀，自己已经到了很好了，念专业的正改自己不懂了。大家总以为念佛念到把喉咙都念错了，要念到哎呀一天念到晚，阿弥陀佛中间没有一个思想，什么都没有，那就叫做一心不乱。是不是很多人这样想法呢？我们坦然一点啊，大概都会这样想，做不到的，你做到了也是错了。什么叫一生不乱？所以念佛念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有时候念得好的，念到没有了，一个字都念不出来，哪猫哪字都念不起来了，猫字更没有了，不要说猫啊，什么都不猫了，猫不住了。啊不了了，快点念到就缺张人。这个时候你心中明明了了，一点杂念妄想就没有，正念相继，这个叫正念，心中的正处就出现了。是很多，我想想在座很多老朋友们念佛都已经念到这个程度，因为自己不认识，然后反而啊好正该来了，
进出来了，当会主了，交高了，我犯了罪了，佛都念不出来了，我大概要罪过了。不是你的罪过，佛的罪过，佛把你教坏了。你这个就是净念，所以念念念到后来都算六根，只要你都要六根什么，包括舌头，包括意识，意识念佛的心都没有，心念其他都没有杂念，净念心里干干一片明净，什么都没有，很清明，相继越走越好。这个净念一日十餐十二时，昼夜都在这个正念正盖上，你怎么不成就啊？你这生已经未生成就，当下现前。可是我这样讲明白了，大家不要听哦，听我的话会中毒的，不听会受害，听了会中毒。什么道理呢？不听受害，你不懂这个就是正途，现在听了中毒什么？现在也听了以后，将来你念佛念到真上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对了，那天南老师就那么讲的，哎呀，我现在净土了，好，不净了，所以不懂啊，是受害，懂了要中毒，这很难了。不过我现在把解药已经放在这里给你，不过你们到那个时候说，现在我懂了。不要妄想，我还正念相继啊！某人讲过，这个就是解药，那就更糟糕。所以佛法难说啊，佛法也难讲。天天就到自己来说法，天天都造口业，本来一切众生之佛，你何必说法去害他呢？把他佛都说成反佛了啊！要注意。是诸善六根净念相继，这个秘密都告诉你，这就是大秘。这个净念上的卫生净土现象，当然你注意两个字，假的你念佛念佛念到念不起来切断了，这所谓三际出空，禅宗的人常用，前念已经过去了，阿弥陀佛过了，后一念没有起来，阿子那阿子那阿子都没有来，那后念没有来，前念已过，后念未清，当体即净，净土的净，也可以是当体即空，真也空空灵灵，空不是没有东西，很灵灵，没个杂念，没到，这就是净念。那么修禅的人观心啊，观到这样。对的，那么观到这样，你说我悟了，你悟个什么？悟了就有定，什么叫悟了定？到了这个正念相继，这个正在乃至下来走路也好，吃饭呀，做事呀，骑摩托车呀，开汽车呀，跑步呀，随便，任何时间任何心正永远是这样，就叫正念相继。说瞎猫撞到死老鼠啊，有时候碰到了一下，不、下一次好几个朋友跟我讲啊，哎呀，我那个时候刚刚幸福啊，念佛啊，又这样好啊，我说那不是好了，哎呀，后来就掉了，我掉了找回来门没有啊，永远找不回来，那也找不回来，因为你要找所以不回来了，你不找就回来了，你有个找的心，有说求的心。就是闹了不正了，此这个正念是如实现前，是心的本，心的本相。你能够保持这个正念的正在，这就是相继，相继就是在正，就越多在这个正在里。啊，在三摩地，然后慢慢慢慢功夫到了在正。这叫三正圣正土正受三昧，三昧不是二昧，不是大昧啊，三昧就是三正受
净受净土法门，此为第一。大势至菩萨介绍念佛法门，这是二十五位圆通最高层了。所以一切法门，我们注意啊，在检讨这二十五位菩萨报告，每一个人报告修持经验，由小乘到大乘，最后统统归之于净土。所以这个《法世界华严经》最后文殊普贤啊，一切十方诸佛大菩萨统称念佛，归向极乐净土。一切法门最高处就是净土法门，心净，国土净，所以到了顶点。那么这个念佛法门我们讲过了，第二十五位谁起来报告呢？观世音菩萨报。那么刚才我们讲过啊，二十四会发布法的塔顶，这个金字塔的塔顶已经出完了，最高的净土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塔顶上烧个尖呐、啊，那一禅宗祖师来骂人叫做史上加尖啊，史上加尖啊，在这个箭头上还要加一个箭头啊，那就太多余了啊。他不是这个史上加尖，史就是箭啊，另一个道理。这是骂人的，那不解释了，你只晓得箭头了，不要加箭头就是了啊。所以念佛修行到了这个大乘境界，到了最高的佛境界以后，自度度人，自利而后利人，自己成就了才能有资格大慈大悲如是度众生。第十二十五位的是观世音菩萨出现。现在我们翻译页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，354页。至于观世音菩萨这位菩萨，我们不要多介绍了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。至于说大家看小说什么妙庄王三公主啊，这是后来八部经的意义变成小说编弄来。观世音菩萨不是女相，也不是男相，非男女相。不过他都在东方世界经常现女身，同情女性啊，又是同情女性的苦恼中，都喜欢现男性相啊，这个现女性相。那、啊、不过观世音菩萨的画像，有些人要画胡子的啊，有些都是男相很多。在我们中国最喜欢的女生像啊，又就是白衣观音，但是面孔女生像非男女像，要注意这个道理啊。现在我们看原文观世音菩萨的报告。尔时观世音菩萨激动坐起，定力辅助二百徒念，这跟原文都一样，我们不加重复说他的报告啊。世间意念我习无所恒河杀劫，于是有福出现，于是命观世音，我与彼佛发菩提心，彼佛叫我从问思修如三摩地。就是这一点，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报告开口都跟诸位菩萨一样，都将无始劫来的修持提升的成就。不，观世音菩萨我们晓得他成佛比释迦牟尼佛还早，是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这几位大菩萨早早都成佛了。那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一节当中出现于这个娑婆世界，所以他来帮助弘法现菩萨身，
为佛的弟子，实际上他们自己只有他的国土，只有观世音如来的实在国土。同时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，这个法门有时候也叫做观自在，中文的翻译。结果念咒我们两路的时候名头说啊，出现这代表什么目，因为宗教每个宗教表面上一样的，有个共同点，众难成女的啊，任何宗教不叫一样啊，同样叫大乘，你这头叫女国就叫二乘啊，女国能够拜和尚，和尚不能拜女国的，或者和尚又在拜妈妈，妈妈也是女的哈啊，尽管是国家了不拜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国内很多大的孩子在哎，跟妈妈是关系。所以你们宗教重男轻女，每个宗教你看每个宗教到了最后都是女生出来，道教嘛，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妈妈是妻子瑶池圣母啊，瑶池圣母叫西池王母娘娘，是玉皇的母亲。在天主教了最后啊，父母还是白衣的，就是都是一样的，喝到了最慈祥的观世音菩萨。我看你的道是有关系，对那个人类说啊，哎，观世音这个信号啊，在各个民族里头有不同的出现。最奇怪的像观世音那个咒语，唵嘛呢叭咪吽，这个六字大明咒。后来前几年有一个哪里的哪里的国家那个大一里啊，然后你以前那一位外国学生在这里，后来我教他念这个咒语，他可能完全愣住了，这个就是那个观世音的了。但是我们那个民族啊，祖先历代都念这个呀，那这个是中国文化过去的，也就是印度文化过去的。那我们那个民族的祖先历代都念这个啊，这个又是一个证明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观世音的菩萨佛有专门的介绍，说他成佛以来非常修远，这佛还找很久很久，有百千万亿化身。他说他在开始的时候，他求的第一个老师因此发现，那个就叫观世音如来，一路下来的名号，所有历代名号都叫观世音，等于西方极乐世界所有成佛只有一个名号，都叫阿弥陀，这是一个名号。他那个时候有佛出现于世界叫观世音，他我在那个观世音如来前面发了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？菩提在觉也，菩提是梵文就悟的意思。他有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悟到说法身，法身是发菩提心的，菩提就是明心见性，菩提反问翻过来就是觉悟，佛在觉也是这个意思，悟道发生就是发菩提啊。所以为什么你说开始修佛容易开悟，修佛修久了变成老油条了，很难开悟。初法所以华严经上说，初法生即成定等定坐，你那个第一页动机那一下发生，那个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初第一次相信佛法，那一页最诚恳，
啊，咱们佛教里有一个笑话，也是真话。出家一念，佛在眼前；出家两年，佛在大殿；出家三年，佛在西天。越来越远了，就这样。所以最诚恳这种出法真的。所以常常有些人做佛修道做功夫，第一下那个念真的非常对，后来就不对了。越说啊，知见越复杂，染污越厉害，东听西听，乱七八糟听上来，把那个菩提啊变成提婆了，就提婆打多了，就下地狱了。那真正的菩提道，出法身即成正分正住。那么他是开始他悟了，一出法身就发了菩提心。他观世音如来教观世音菩萨修这法门什么？问是修三个层次。所以这个我们只在讨论入三摩地。问是修，先讲外在的问是修，在佛教里的。我们晓得这三个字、四个字一种。叫问思修慧啊，写在中间两边还可以写问思修慧，写中间问思修慧啊，左边四个字可以拆起来教理正果，右边配四个字是性改神圣啊，靠拢来一点嘛啊，这种正在神圣啊，就讲外在的这四个步骤啊，修佛的见修法门最稳当。问什么呢？多问，都多求学，多听，多研究。问的包括自己看书、听经、研究，问教理，多问，哎，拉过来就有。问了取信。哎，教理经过你不是写了吗？不用教理拉一条线就对了嘛。头脑要交通一点。问教理，理解念就清楚了，发生自信。但是修复不是叫你明信了，其他的宗教只叫你信就在这，修复不行了，要念着我，要自己想了。深思熟虑，定思维，问了要思这个理，这个理要是理思到了要解的这个理，问题都要解决，这就是修佛的问思。解决了教理懂了，对了，定是放下了求证，修正自己的行为，叫修行，行在就是行为。行为分两种，内在思想心理的行为，心理行为；外在思想外在的作用，生活的行为。思想在内在没有发出来，就是在里面的语言与动作，发出来的语言与动作就是表达出来的思想。是修行，修正自己的行为，不得转过来啊，叫修行啊。那么最后正得大彻大悟，是智慧的正得，成佛智慧的成就，不是功夫的成就。当然是没有功夫，这个智慧生不出来。所以行正慧正这个果位，是正果的成就，是正果慧力的价。最高的成就，佛的正在。所以我们念着佛说，在中国佛说，你经常碰到这个话啊，你说佛啊，先要从念着经典呐，要教理行果。既然讲教理行果啊，那就要信改行正。实际上，终生的就是问，是修慧。
不是盲目迷迷信，就是讲外在。内在的就功夫观音法门，观世音这个菩萨的名号，就是做功夫的方法。观，你中经上提到观，观想，现在我们用国语叫观想，以前我们不叫观想，观是观，看一个东西，这个音声念成观，说品声。我不晓得国语拼音啊，这个讲不来，到底落伍的人。这个修佛修行做观想的，不叫做观想，观想。哎，这个观，观这个声音啊，内在倒转来收回来说，平向去入去生，去正，现在第三声啊，第二声啊，去生，啊，第四声叫观。观想，所以现在说闽中人不晓得叫观想不对的啊，观想这个字也传来的，嗯，所以这个观是用这个观有观的意思，内在的反省自己是观想，自己反省自己是观的作用，反省以后的内在的这个意识正在的想象出来，这个叫观想。观世音，观世音不念观啊，观世音他的修法呢，他的名号就是修法，叫你观想观察世界上一切的音声从耳朵来，这个法门从耳根，所以观世音法门从耳根修。这个注意，有些老年的朋友们啊，要注意啊，有好处。嗯，为什么从耳根修那么好？耳通气海，特别注意啊，耳通气海，是人老了，耳朵聋了，是肾水元亏了，肝肾两经亏了，就元气衰了。要反问问自身，耳通气海，聋了也会治好。哎，耳朵里老了，耳朵聋了，嗡嗡嗡，有声音吗？不是，听外面声音听不到，因为里头嗡嗡有声音。即使你耳朵嗡嗡这个声音一来呀，你根本不要求听外面声音，再把这个嗡嗡声音回下来，放在心窝子以下，自己内听这个声音蛮好玩的哦，和飞机一样，也不要买飞机票，已经坐了飞机了。哎，你听久了以后，咚。耳朵开了，都快蒙住了，因为耳通气海。那么气海，我们晓得穴道，丹田下面、肚脐下面那个穴道叫气海，啊，所以打架千万不要打到人家气海。好，这句话又要读了，害了人家了。你们说大家想打死人，专打这里了，啊，这个气海是很生命之源，啊，是耳通气海。气住了，心念自然定了；气定了，自然健康长寿。是观音法门妙处大的，这叫耳根眼通，叫做耳根眼通。这观音这个观，是在一切音声，从王师说。那么后来我们中国人叫观世音，又简称观音，怎么来的？唐朝以后开始，唐朝第一个皇帝叫李世民，有个世子。那么中国古代的礼貌，帝王啊、圣人，这个名号叫做名讳，名号叫名讳，叫避讳。所以父亲叫这个字，儿子只念到这个字都不敢念。古代是这样，我们小的时候念书也这样。念到走出来，走到父亲那个同字的那个字啊，不念到，直接用个代号就过去了。念到孔子的名字孔丘，那绝对不能。我们假设小的时候走出，我们那个时候走出，孔丘讲出来不得了的，那大逆不道呀，打死了就跟骑马打去旁海盖一样重了。那要念成孔母，
所以你看《三国演义》上，因为大家关公的姓名，哎，那个关公名字啊叫关羽，不然叫关某，大家就称关某，要避开圣人的名讳。唐朝那个第一个皇帝叫李世民，所以唐代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对不起，只好把它拿掉了一个音色，简称观音。不过叫观音中国人很欢迎，因为中国文化喜欢简化的，什么安那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哎呀好麻烦啊，那这个外国人好麻烦啊。那么中国翻译无上正等净土，所以我们把它还要这三两菩提就大彻大悟就对了啊。那这个名号懂得了，我们再晓得问师修要内问反问，反问自己的因身，自在的因身就可以修行，乃至自己念佛的因身也可以反问。是很重要，就是要，但是不是在那里想事情，不是想问，是个想，所以要念着为止。我们哎呀，这个问题怎么样？就是妄想，不对。思不是妄，思是智慧的正在，所以我常用中庸的话来解释啊，这个中庸的话来解释，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，那个思的正在。思的正在是很细的，智慧不用脑筋，不用思想，自然智，自然来。那个智慧的理解，而是你得清凉啊，是照人等于古人要两句诗啊，这个古夫这个也是寒山的诗啊，古夫有年与皎月啊，就是佛的话都是月亮一样，照人烦恼变清凉，化清凉，这是都复真了，是你烦恼化成清净，古佛要念日皎月，叫人烦恼化清凉，做清凉还是化清凉？做清凉啊，好像是这个化成为啥搞不清楚啊？你们就会可以看看，古佛要念日皎月，叫人烦恼做清凉，这个实的正在，更其烦恼就是妄想正在。这个只能这样表达，还没有表达清楚啊。思的境界很高，所以禅定修禅叫做定思维修。定思维就是不是打妄想，坐在那打妄想，那就是说魔道。定思维问个事，所以就问思修，问这个因身。思就观清楚，理搞清楚，所以这个烦恼正入三摩地，这叫耳根眼通法门。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是经常还是用他自己的因身、自己法门、自己来解决？比如我们假如说自己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或者自己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还在呢，南无观音菩萨，还在呢，嗡嘛呢叭咪吽。不仅念，自己有念出来的叫有声，在心里头念的有没有声音啊？心里头念的有没有声音？也有声音，心声，你自己晓得吗？念啊，耳朵不下外听，问。围着来听自己心里念念佛，念观世音菩萨心，又是女性，又是我们这个苦难时代的男女性，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非常有效。那观音菩萨的慈悲感应非常大，心念不要你嘴里念出来，你免得嘴里念出来，人家你也怕羞。几十年不用不到爬出，
这个女性恋更好，这也是命情，是人家不知道你在里面用功，这就是命情，对灭的灭。不过你心里的念观世音菩萨，跟舅舅这个耳朵要回出来问，回出来听，出于问中，听自己声音，心里头念的，怀着阿弥陀佛，怀着观世音，一字一字要清清楚楚，这个声音。那么你说，那我都回过来听念观世音菩萨声音，其他的思想有方案没有方案？你不然试试看。这三年，你假设这样一修，内在念观世音菩萨，其他该做的事还更记得牢，不会错乱。那种人家欠你一分钱，你都想得起来，真的，心也静了，像一个镜子一样，照一切的灰尘掉下来都知道。这些是念方案，内心念，出于问中第一步。在念自己听自己内在的声音，或者你听外面声音也可以。所以我现在讲它是外面声音，现在就有观音法门告诉你啊，诸位注意啊，现在你看大家注意啊，我在讲话先注意啊，你看我讲话大家听到的啊，那冷气的声音听到没有？也听到，外面要其他声音知道也知道，跟你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心里很清楚，就是出于问中如来王者，这是观音法门。你这样听外面声音，听听听，你跟路是跟他走，声音都听见，跟我的清净没有妨碍，要懂这个道理哦，师叔啊。所以这样一来，反或者反听这个音声，如来王者。进入发性之流，自性的发流里头，王所慢慢一切音声听不见，一切音声所听的声音，乃至我们自己内在念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声音也是所念，不是这个声音也是假的，一切音声该是无常，声是无常。一切音声过了就没有了，但是能闻音声的那个功能自身是在，所以你听一切音声，听听听听到专一了，如流要功夫到了，如流动一下，现在就要我讲动一下，又不要记得，哎呀，我没有动一下啊，这个动一下的形容啊。动一下进入那个自身发生的正感，王所音声都听不见。所以我们看一个古人一个祖师，明朝这位寒山大师，在五台山一个人在那里住茅棚穿山，那后冬天啊，深山里头，那个五台山山西五台哦，那这个天气已经下霜雪，雪已经来了，冬天的雪厚得很了，那么他在里头雪山里头打坐，那个雪啊有些掉下来，流水溪流还没有完全冻结，那个雪一块一块从流水滚下来，那个声音轰隆轰隆响得不得了，坐不下去，打坐正不下去，他气死了，真气死了，他老人家一气有个办法，那么吵。干脆拿个蒲团到那个溪水，轰隆轰隆那个桥上去打坐，就开始还听到水吵吵吵，后来一下听不见，这一阵二十几天了，还七天二十几天就过了，什么声音都听不见，是千里万来干净。你看寒山大师念头上，他讲的修行经验。就这一段，这个就是如来王所，所以出于问中，正若发生之流也好，忘掉了没有？所听一切音声，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啊，我也不讲，
里面还有一个如来王所证的冷气警官讲，哎，这心证很严重，保持是很容易证的观音法门。如来王所所具之际啊，重症二项了然。我说那么你是听不见了以后永远听不见外在声音，哎，要他听见还会听见任何人。所以真正入定的时候，诸位，达摩祖师在所相传在颂赞入定问摘下你斗之雷鸣，听到该地下蚂蚁打架，他听到大雷一样声音太大，蚂蚁打架他也叫着，哎呦啊，轰啊，也像我们那武侠小说那个武功呀，嘿吼，还是来着，我们听不见，入定人听见，所以很细，有时候你打坐做得好，有很细的声音听见，都用不着害怕的。哎呀，鬼呀、啊，什么鬼啊？生物界有很多大声、小声，越大的声音我们也听不见，我们这个耳膜听觉有限，有些动物听得见，有些动物听见的声音我们听不见。啊，说狗的听觉也比我们灵光的多，我们这个耳朵很有限，所以这个所听见的声音，到那个境界来说，听见有时候大小声音都听见，听见以后什么，都你不相干了，听耳不见，听见不会扰乱你，对你那个清净的境界不会扰乱。所入以后，各种声音还是听见进入，你的清净依然是保留的。那么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什么叫动相？有声音是动相。现在来个声音的动相，没有讲话，听见了？听见了？听见没有声音，就是静相。所以有声音听见声音的动向，没有听见声音听见了静向。可到了这个境界，动向与静向，有声音来知道声音，乃至大小声音、鬼讲话声音、菩萨讲话、别人讲话声音，都听见了动向。要是完全没有听见静向，动静了而了然，心中好了呢，不生没有妄念，那很吃力。我讲的，因为很难表达。我非菩萨，诸位也不是菩萨，反复再反复说话，很痛苦。啊，下次再不生，再到这来说呢，